星星的闪闪吗？不管男孩女孩，我都希望他能在属于自己的天空中闪耀出独一无二的光芒。聂小姐，今天的演讲很精彩。周总过奖了。想必聂小姐对京海的景区很熟悉，我刚回国不久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聂小姐四处逛逛。你没有。想逛京海的话，你可以去联系导游，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？你是？我是聂星辰的丈夫严景之。你是伯爵的总裁？你是周总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公司去年严重亏损，正在调整业务方向，缩减成本。你们老板应该很乐意开除几个有损公司形象的员工吧？抱歉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我什么？我有双数强迫症，咱们再要一个呗。你公司不叫亮亮，或者闪亮亮？闪亮亮，闪闪。